快速，这是我们快速过关。啊，没有就算了哈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决定了，最后变成。因为只有今天有机会刷了，我们其他没什么时间。好，按掉吧。剪刀的必杀技要来。好，我们的实测第三场。好，我们换一下卡片。看掉。傻子做的行为，乱花钱。那妈咪看到了这影片，一定把我们骂死。对啊，这个我要拼，超下五分。为了拼那个 SGR 卡片，拼成这样，花了500多块。超过500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超过500啊！但有很多 SSR。哦，好棒，好棒！去别人家，在那里呀。梦幻的巨神，我们要海神了，好久没出现哦，重弹巨头，是吗？好了，按掉，按掉，快点，我们赶快。最新款的，我要死公主，两只人，我先一件，他们打一次，死机了，按掉。都以前的卡片，哎，有来一张新的，按掉。你有会使出必杀技是吧？所以他有可能出，有可能不出。那你一个石头，一个剪刀。他成出。直接投了啦，已经知道有什么了吧？都出来了，该出的都出来了。活一步了，闪电一步了，一步了。我要出不同招式了，他出剪刀或石头，你出一个布的石头。重重弹头是另外一个。比以前我烂，现在出三只燕白，三只燕白，有吗？有啊，可以帮我打下一只，四星啊，四星地方下一只，而且还遇到了一只燕白，哇，两个哎，有燕白，这情况就交给命运吧，什么啊？一样的布跟石头，下一排再有气对，撑不起。过了吧，下一回合了吧。两只四星又看谁输谁没用。要八七，我要彻底看透你的心思。
一个石头，一个剪刀。会有机会赢啤酒。来，我来的，都换我，都换我了。我有，我棒。打击挥刀。在顺时针方向转，所以他刚才是布，他要出剪刀了。哎，你徽章开了吗？没有开啊，我不想开。开了，第二回合了。卡片没了啦。卡片没了。看来可以好好研究一番呢，不知道出什么。按一个布一个石头。他出一个，开水了。他大卷吗？没有。好。超完美防御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就这样一口气猛攻下去，一样护石头。等一下出石头。哎呦喂呀，都不能。低强化是什么？热的红色低强化是什么？热红色低强化就是太舒服，就是不能太高。不能太高。不会啦，你就让我。啊，过了啊！好了，又要来继续我们刷卡片了。你最好给我早点出哦。哎，算了，他不要太早出啊，因为我们还要刷果冻。果冻好像快出来了，221了。果冻如果出，我们刚才刷了，刷了有七八张卡片。所以果冻也差不多要再出了，它大概十几次出一次嘛，十几张出一次。好，先抓虫吧。哎，这次我们没有哎，算了，不要。现在没有，现在都很习惯了。谁是飞翔？进化了。对啊，之前不是一直进化。那你们不长大了？对啊，长大一下啊。有啊，怎么长大？长大了。是生长激素，是不是？生长激素给你，然后你。好了，继续第二回合，空抓。哎，这次什么都没有。红灰蝶我们有吗？没有。你看有没有超级强化？右边我看。雷之飞，生之飞，那你选一个强化的，左边两右你选一个，你选啊。可以一次提醒你的车，我先的，你先的，上班才要去，叫他来啊，他不是说，他跟我说，你先提醒，好热啊。爸爸，你说到一星耶！现在，然后你没有说一星，没有啊？可以，没有一星。还有，爸爸，以前那个第几代的那个，哎，我们这是超容易收到一星，可是现
现在的 SSR 卡片比较好出了。吊郎江了，两张了。没有了，刚才的没有拿了，放着。刚才没有拿了。然后那最后一定是燕白。啊，来。第二张他抢已经有了。要买吗？啊？重刷，重刷，重刷。有右边那个。我有金卡可以公布。哪里有？选一号。一百就下来了。哦，这有。哎呦。没有。长大长大。没有。我要金这个。哎，骗人的。什么啊？台湾的啊，没有骗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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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穷和鲤鱼王超难听的，好难听。对啊，啊不然再拉一只下降一碗好了。没有，一直不想。又没有，好惨哦，两场了。选一个，不要不要，这次有了。左边那个什么？最左边的，最左边那个。最左边的什么？史蒂文西选这个啊，有强化啊。好、哦，这次好惨哦，这是一张 S 需要都没有。哎，点数找到你。勇气，勇气，我喝。我要喝底气。拿一张卡。哇，这个实测真的是划不来，非常的。我们已经连续两场都出 N 跟 R 卡而已了。好，实测拍这样就好了，再拍下去要爆掉了。不要拍了啦，拍都爆了。这个抓完啊，这次抓完。这次抓完就没了。然后就没有了。有这么难刷哦，一切都是运气，我觉得，好吧。还有四次，加油！哎，妹妹，你超厉害！还有十六次，快点！什么？最后一张卡被打中，下一次你就可以抽。最后一张，我拿最后一张。交换，我都不看的。哎。好。妈的一手。来吧，是不是该出了啦？该出了吧？哦，长大没有？长大第四个证，这次有吗？这次好像没有。啊，这一场就有点惨。长大，他都不长大的耶。放我了，快点、啊、快点快点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我们还没吃饭。哎，同学，这么没礼貌，一来就来坐这里，这么多人摆在这里，不好意思哦。他怎么回家了？他不是海吗？他在什么？雷斯飞翔号，没了。哇，这次都好惨哦，连三次烂卡了。哦，又剩去。没了啦。哎、欸，好啦，五霸勾停。好啦。拜托，出活动了。不要，先不要出，因为还有一次那个。我觉得有机会抓到喽。
我觉得有机会，感觉他皇家黑要出了，应该是出了吧？好吧，直接 S S 三哈。火焰鸡要出了吧？要出了，二一八二一九了，再两次应该要出了，二一七吧。果冻可能要出了，看能不能刚好出果冻又出那个。可是我们要继续再玩下去，因为等一下又要出果冻，加油。好了，今天是实测到底，我们就一定要抓到黑燕，快拼了！我们看要抓多少张，给你们总共算，我把影片剪起来，让你们知道。昏倒。实测到底，好不好？自己选择考虑，我把它接起来好了哦。还是分上下，等一下还没，快点，还有一次。还有三次哦，加油！我们还有三次机会，我们还可以抓十二只，还有十二只，我觉得快出那个了。果冻也快到了，确定？快点出吧，出吧！我们总共四十八，四十八次，再加十二次。二十二三十六，中，没有，好，加油，中，先开胡卡，我输了，要给他念力，会中，中，有了有了，多重人有，好，再来，还有三次机会。这只是什么？哎，雷斯飞翔化还可以。这个我没有，有果冻吗？那一张有果冻吗？哎呦，有可能没有。哦，还是多重哦。哎呦，哎，它是。黑燕要甲虫吧，它要敲形虫才有了。有了，这个有强化的那个还可以了。有喽，有喽。哇哇，好了好了，好了 ，OK 了。好，我们买一张就好。我觉得快出果冻了哎。要拼吗？赫克利是青蓝大独角仙，雷之飞强化的。好啦，买你要直接买吗？还是你要拼果冻？好了，那买吧。买吧，我们还是以黑夜型为主。要三次是黑夜。劈黑夜。还有两次，还有八次抓虫的机会。好，放着。还有两次，剩两次机会了。这样我们今天就抓了快四十几次了，还抓不到，太狠了啦！最后边剩两次，剩最后两次，剩最后八次机会了。那一定抓他啦！然后呢，再来一个大的东西了。再来一个大师，没有，有青蛙就知道。哇！屁屁虫。再来一个大师，你有交换吗？再来一
个大石，那你要不要随便一个呢？再来一个大石给我放在这里。我们两个都抓到累了。你再来这么累，累到我。今天是抓虫之旅。累到我。又没有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最后一次是最后四次机会。没有啦，没有了。再再张这个腰照，这个是我的内衣。S 啊 S， 屁屁虫，啊，提起手。哎呀，刚才提起手，现在拿起来。大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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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到底啊，最后一次了。这最后一次就没了。我不要收集五种类卡片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拼了拼了，最后一次了。哎、欸，不要按，不要按。还是他这个根本不会出啊？那这个会不会根本不出啊？那我们这样拼，这样骗钱呢？不出拼有什么用？不然就直接用买的，买的就好了。要买的你没有其他卡片啊，那买的划不来啊。不然就是慢慢玩啦，就慢慢玩，会中就会中，不会中就算，玩不到就玩不到啦，玩不到就算了啊。没有，我们只是做实测影片而已啊，没有一定要拿到那个卡片啊。216，不要啊，那么那些钱多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哇！抓到我都累了，比玩游戏还累。最后一次啦，没有人要回去啦。今天实测失败，第三次实测失败。我就看到一次结果。没有，我说一次得几，一次得四十。好啦。好，兰花糖了。中了。OK。快点，按了。快点啊！黑棒我没有，好啦，差不多啦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拍到这里。玩到这啦，那影片把它剪在一起啊。可是这样好像时间太长了，我分三次好了。捡起来，卡片捡起来。我已经没办法全部拍了。他们三个齐拉蒂娜，抓不到。哦，好好分。三个齐拉蒂娜，好，真的、哦。太出粉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这里出粉了。拜拜。